好，等一下呢，我在上面呢，那是星级的术士，先不要喊。等一下呢，你帮我拿到后面去，然后我们拿到后面去。不能放到后面去。然后等一下，然后在后面这样子画圈圈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然后画好之后再把头都在一起。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点画一圈，然后画完之后把它摞起来，好了吗？哦，所以你们三个人都画三个数字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刚刚写了一堆的数字，然后在那数字上面呢，随便在后面画一个圈在上面，对不对？我要想办法像是你们刚刚可能会画到比较左边的那个数字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应该一个，这应该是六号，这应该是七号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们应该画到的是。七号、九号跟十号，我的数字应该是一个两位数，两位数，应该是十五才对。慢慢的，爸爸就是大约给大家看一下，是缺到一个十五的一个。好，慢慢把海打开来看一下，就发现你真的画了一个七号、九号跟十号在这个地方，有没有看到七号？Oh my god！ 是我明天画的很乱。我也是啊，我也